郭德纲是愿意向同行伸手的，这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，看他有点眼熟啊，是吧？您二位瞧他眼熟不眼熟？我觉得他气质有点像唱京剧的。Thank you.
带着于谦驱车赶到沈阳，去送了老先生最后一程。临走之前，还给郑浩师娘留下了10000块钱。原来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，郭德纲为相声同行做过这么多。那么，你们还知道郭德纲还帮助过哪些相声同行吗？